某天沉默，某天沉默，那颗天的那颗夜色，吻过以后冷漠一年，你好吗？记得我平凡以后，平淡以后，只有天的那颗夜色，清早路后冷漠一年。是你让我找到奔退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，怜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半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天的心。而每过一天。玩完，哇，真系每天我多些，真系要落啲苦功嘅。咁今日咧，除咗呢、這个即系同大家 prepare 今日嘅情人节 mood 之余啦，仲有呢、這、一个每年情人节，我记得我都有喺度玩嘅，即系每一年咧都会请啲唔同嘅人嘅。旧年少啲，前年就请咗三个女孩子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？前年我請了三個單身的女孩子，咁啊呢個原因是咩咧？即除了 prepare 個 mood 啦，聽下佢哋講佢哋嘅愛情經之餘啦，仲要玩幫下我自己手呢個速配啊，即係盡快揾翻個人可以今晚同我食下飯啊！所以今日咧，即係要請翻啲漂亮啦又健康啦，你明唔明？即係嘅女孩子咁啊，喺度同大家見下面。呢、這個時候我哋俾熱烈嘅掌聲啊！這個咧係。非常犀利啊！亦都係即係除咗佢唱歌之餘啦，咁大家最熟悉嘅可能會係因為佢喺體育世界會見過啦。點解會體育世界？如果你唔係熟悉體育嘅，你都唔會有機會做到嗰度嘅主持，因為咧佢係我哋香港嘅。